大家好，我是涂家，新年快乐！今天我下午1点半起床了，准备早饭吃了，还有洗澡。现在我要出去，因为是天气很好。还有我要介绍你们，因为是你们现在跟家人一起，因为是新年。可是外国人要干嘛？今天我们一起看看吧。 我到了大安森林公园，我以为今天没有人在这里，因为是新年。不过天气很好，所以每个人跟家人一起来这里，因为是有很多小孩、很多家人，很开心的一个地方。我也来这里拿了一杯饮料，我休息一点，因为是天气真的很好。 我很饿了，今天没有事，所以我来吃牛肉面。你们知道我很喜欢牛肉面，每个人今天跟家人一起吃火锅还是其他的饭，因为是你们妈妈煮很好吃的东西。我之前一个人吃难过一点，可是没办法。新年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这样的。今天最后我来。 看电影在西门，西门町真的好多人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可以订阅 Best of Taiwan，Best of Taiwan。